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垃圾制造所，安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垃圾制造所，我是露奈，我是黎佑，我是小柯。哇，今天是我们一个非常特别的主纲弹企划哦，究竟有多特别呢？捞不到，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已经先醉了。哦，今天呢是我们要边喝边煮钢蛋的企划，怎么样？你这企划是不是已经筹备大概两年了？没来之前就开始在想了，怎么样？你们的酒量？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。我也你觉得还可以？我不行啊，你等一下，我可以。好啦，那今天呢就是我们会煮我们桌上这三只 HG 的 Double 钢弹，然后分别是德天使、主天使跟力天使。那我们等一下呢会抽签抽出来，一人会煮一只，等一下就是计时一个半小时，然后煮 HG 的 Double 加上边玩喝酒游戏，然后边喝酒。好忙啊，我好兴奋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要把两个人灌醉的游戏。开始之前，我们要来宣导一下，理性饮酒，未满十八岁不可以饮酒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。好，要听巧克姐姐的话，乖。剪刀石头布，这个好，我要这个好，德天使，力天使，啊，我煮我最喜欢的主天使，耶！哇，两片而已呢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先玩我们第一个喝酒游戏，叫做词语游戏。我们等一下呢，头上呢都会有一张纸，然后那是我们不能讲到的词语，只要讲到呢就要喝一杯。然后呢，我们是的线是用这个橡皮筋为基准，我们等一下威士忌会倒到这边，然后但是我们会套可乐啦。很想喝，我还好啊，因为我想说反正大家都会喝一杯啊。等一下你的威士忌倒多一点。为什么？还是其实你很喜欢？对啊，我还好。平常就不会讲我还好。我差点把那个甩出去。听说他很喜欢喝威士忌的啊，所以这根本就是你喜欢。这个酒好喝。好，来露奈。看我开个话题哦，好笑。我打借一下卫生纸，我会被抓到的。我知道，好难哦，这真的会一直被打断哎。到哪里？我刚听到小哥的打嗝声，爽啊！你喝了吧？你在吃什么？爽啊！不是，为什么？话说这酒是哪里来的？酒师傅赞助。喝了。先跟大家说，他的题目是我们两个出的，我的题目是他们两个出的，然后他的题目是我们两个出的，我们彼此好不好？彼此互出，我们真的没有在欺负你。我没有，我没觉得怎样，我觉得很快乐。听到没有？他觉得很快乐哦。我吃很难吗？你是真的会讲？我觉得你防备心太重。我没有啊，不好玩。剪错零件了吗？你还是你今天会不会又剪错零件？哎，你有巧克讲到了，来喝。那你觉得今天你的量对你来说怎么样？我还挺得住。你平常根本就不会这样挺住，你今天也不是正常露奈。不是啊，我觉得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应该要弄理由。为什么？不是啊，我就真的讲不到，因为我也猜不到到底是什么。所以你觉得我们今天的目的是这样，想要让我喝醉吗？哦，好难。快点，我们现在一起拱他。喝啦，二次，五杯，是我。哪有啊，好油啊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会？我没有。想不到了。好，不然我们来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各自第一次组装的心得好了。我组 G40 啊，就很难啊。你觉得他那个刚刚有没有？我觉得必须要了。我觉得要，可以。啊，好可爱。那这个还可以继续。他说很可爱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先报告一下我们的组装的进度。那现在先从黎佑开始，你现在组到哪里？一，还没组完。一，
好，我现在目前是煮完一了，然后进到二了。哇，好，好长哦。好长哦，喜欢吗？那第二个游戏呢，叫做我从来没有，就是等一下就会轮流讲一个什么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情。如果你觉得说你自己有做过的话，你就要喝。就哦好，我有我喝这样子。OK， 我觉得他完蛋了。你们太完蛋了。这件事情真的是要诚实。假设你出的都没有人有的话，你自己喝。他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好，他准备好了，我已经列好题库。开始 ，OK， 好，第一个，我从来没有去过 cosplay 展，他根本就是针对我们两个、啊。好来，干杯！我从来没有准备过从来没有的题库，你看，这不是针对吗？好，来换巧科，我从来没有在辣鸡待过三个月。不过我觉得这讲出来好奇怪啊，我是不会待超过三个月的意思吗？对啊。接下来换我是不是？对，换你。从来没有讨厌吃绿色的东西，蔬菜，我不挑食。你绿色的东西那边香菜。等一下，我爱。我一个打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再分开打我一个，我还是赢啊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松鼠博美。我从来没有量身高超过160。想哥，来。我从来没有在台北出生，我也没有在台北出生，你不是台北出生，我不是台北出生的，我也不是台北。我从来没有在顶楼跑过跑步机。没有，这个是真的。我等下往你们那边喷，给你们看什么就是彩虹。我从来没念过文化大学，从来没有去过，从来没有去过小学，没有去过，我从来没有当过记者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书。我从来没有加入过辣鸡制造所，我从来没有加入过辣鸡制造所。哇，三个人都喝胖水。啊，我等下怎么这么尴尬？哎，干杯！哎，他每次喝超快。哎，请辣鸡制造所。水渍。为什么你都没有醉？哇，你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我刚刚没有喝很多。他没有喝很多就已经这么醉了。那所以李佑，你知道你现在煮到哪裡？不知道。那现在露奈煮到哪里？我现在主要就是还在煮头部，就我们的进度是有点落后。这样怎么煮光蛋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就算让我煮一个小时，我也煮不出来。真的哦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小朋友，你煮到哪边？一，不要担心，我陪你。到花这个四，你煮到四了，我根本不知道现在到底是怎样哎，好难哦。不然你就直接放下。一，你的身体很重。为什么你喝那么多还是这么正常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酒量很好啊。但是其实我也有点，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煮。但要煮钢蛋这件事情的话，我可能有点巧克是做不到。酒量很好啊。我酒量好，但不能做为什么你酒量很好？你怎么训练的？这个为什么零件会这样自己掉呢？好可怕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衣服穿反了啦！再穿，好，你就这样。巧克是不是还行啊？为什么？其实我应该不太行。如果一般正常对话，我还可以。可是要做组装这比较精密的动作，我可能没有办法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大家今天就是，假如你喝酒的话，你就是。不要组装，然后也不要去动笔刀，就是去做一些，就是回家睡觉这样子。你很开心可以，可是就在家里休息。对，我们今天真的只是因为节目效果，好不好？但有人真的没有做效果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我去扶他一下。OK， 来。我只剩我一个人在煮了。我其实是应该是有醉，可是因为我是可以控制自己的人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发生什么事？我才离开一阵子而已，怎么就变这样？你现在读到哪边？我现在走到第二页了，六。
页都还没煮完。第二页吗？嗯。我们现在还有从来没有这个选项吗？我从来没有煮到第二页。那算了，那我还是继续。看，我的零件就这样哦。我需要先深呼吸。Whisky， 看哦。Whisky 在哪里？好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，来黑鲁。他在干嘛？我们喝了多少？他为什么一直看着我呢？把他带走。啊，把他带走。我的明明最简单，为什么我煮成这样呢？因为你最难。好想吃。听见口香糖哎！听见口香糖，快来找我们业配哦！哎，不行哎，我好像不太能贴贴纸。我已经贴贴纸了，贴贴纸好厉害哦！你先睡觉好不好？睡觉吗？嗯，好，睡觉。但是我觉得我会输，你就第二名啊，好不好？那我是第三名吗？没有你，没有你是最棒的。好冷哦！很冷哦！你先，你先，那你着凉，那你着凉。由我们去休息，我们去休息一下地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厉害了吧？我真的超强，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啊？你的酒精现在才来耶。好，就是呢，我们的李佑先是去休息了，他已经败下这一场战役了。好，我们刚刚说是要有所长来评比，说我们组装的进度如何。然后我们，哎、欸，我等下我要去，我要去，我在那里，没有，去哪里？所长，你坐在这边，对对对。那个是李佑的，好，这是李佑的，这个是我的进度。好，接下来是你不要动。好，好，这个是露奈的进度。对对对，露奈的进度还原度真高啊！露奈已经煮到头都完成了，他连贴纸都 OK， 我都贴了，贴好，我都贴了。对对对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没有醉，我跟波加曼一样很会忍。波加曼就是没有办法，他就是忍到没有办法进化。你们一定不知道讲什么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去看《珍珠钻石版》。第一名谁？完成度最高。每个人滩涂人都会有不一样的。他好柔啊！他怎么那么柔啊？你没有比到还可以修这么好。我谁啊？我学姐。你们这边好，第一名谁？好，请说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耶！第二名谁？第二名是李佑，是有提贴纸，但这个人他没有歪，好，没有歪，那这个李佑第二名，耶、yeah! ，那他已经喝醉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酒量这么差哎、欸。第三名谁？就是巧克，好不好？就是我，没有，可是我主要帮巧克讲一句话，因为巧克都有在照顾李佑，我自己本身没有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就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。好啦，就是你要帮李佑煮吗？理性饮酒，我们现在的话都是为了节目效果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一支喝酒的主缸蛋 Double O 的组装企划呢，已经算是圆满的结束了。那我们还是会把它煮完了。对对对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喝酒真的理性饮酒，不要是喝太多。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是露奈。我是李佑，我是小哥，你是所长，所长，所长兼李佑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呜呜呜！我是第一名。好啦，回归正题，在影片的最后分享组装心得。首先是巧克组的德天使，由于是 HG 版本，所以没办法体会到穿衣是德胖，脱衣是中性的乐趣。也因为整体为重装的关系，能够摆出的姿势就被局限了。再来是露奈我组的主天使，我觉得他背包的翅膀偷胶偷的有点严重，所以在展开的时候会稍嫌分量不足。但是我还是觉得组装体验很好，毕竟 HG 就能够实现飞行形态，也让可玩度大大提升了。最后是李佑组的力天使，我觉得这只力天使啊稍显可惜，由于零件少，身形太过削瘦，少掉身为扛大枪的狙击手矜持感。但是李佑表示，在清醒之后组装这只力天使感觉格外简单，所以我认为 HG 的力天使或许很适合拿来当入门款练习哦。那如果你们有发现我们有些零件不见的话，那应该都是喝酒时发生的意外。最后再提倡一次，喝酒不煮钢弹，煮钢弹不喝酒哟。怎么办？
投诉了，地上都是饼干。真的没有零件，真的没有零件。我饼干洒出来了。